这一年确实比较艰难吧。Edward Gaming finally fell off the expectations of LPL, hit reality and reminded everyone that, hey, you know, we just barely qualified in the World Championship. 突破小组赛就是可能就能体现出我们这一年努力的价值。Maker though with a follow-up pull, might turn it back around for EDG. They're going in for a scout with a massive shuffle.现在我们现在记录是零胜三败，我们一定要赢接下来的三场。They sacrificed a lot to come together, but they did it to win. They did it for a stage like this. 롤드컵 우승이 목표이기 때문에 저희가 그냥 강력한 모습을 보여줘야 된다고 생각해요. Xmidi gets chunked down. Somebody here keeps him alive a few seconds longer. Long range death sentence. We haven't played at the level that I think we should be. I feel like we haven't even played half as well.First game that we play on Elimination Day is KT. Are we gonna actually play our game? TL look very hesitant to do anything. It's like life or death. If we lose a game, it might be over for us right there.这两手拿下来，其实我觉得对 EDG 是个好消息，因为这两手拿下来 ，KT 快不了 ，KT 这个阵容现在快不起来，直接拿了厄加特的阿卡丽 ，EDG 要拼了，厄加特加上阿卡丽，这两个都是在中期直接可以跟对方决战的英雄。是的，但是这两个英雄在进场实际上一定要把握好，因为确实千珏的一个大招是比较克制我们这两个体系的。对，不过厄加特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在命中残血段位的时候，他可以走出千珏的大，再把他二段的大叫出来，把他叫出来斩杀。就是要凶起来这一场。对于 EDG 来讲，其实这场比赛没有必要有太多的包袱， 对吧？这一场的话，现在打野的选择还有很多进攻型打野，瞎子、赵信、青钢影也在外面。对，青钢影、赵信都可以。现在大家对于冒泡赛 Haro 的赵信，对吧？一挑三，连拿两个人头的壮举还历历在目。最后一手 KT 的上单位应该是选择了塞恩。塞恩加上乌鸦的话，这两个英雄一锁下来的话，在中期是可以靠着这两个英雄的技能来强行接 EDG 的团的。这样的话 ，KT 的位置 EDG 是知道的，直接上来要打一套。EDG 的卡莎还是比较凶的，换血对，上来强行换，把妈妈给打成残血，这一波换血还是比较赚的。不过这一盘反过来了，二级的 Haro 来了。但是有一个草丛的眼，有视野被发现了，哎，直接扫掉，要给 KT 还以颜色，就是让就是用上一次 KT 打他们的方式去打。这一波的话，赵信是想从后草去蹲，但这个草丛对方是已经放过眼，但是 Michael 这边过来反眼排掉。马达这边是想上去动手的，而且这波主要是唯一的先手，如果让 Miko 开 ，Miko 会很危险。对，所以这个位置 Haro 还是先撤回去了。那这样，这一波其实还是有危险的。这个位置，如果贸然的先手的话，是很有可能像先被打的。先手钩子没有钩到，钩子没钩到，但是后续赵信也没有直接过来，要等待下一个 W。不过这个位置 ，Miko 现在技能都是 CD 的，要小心。这个时候霞是没有蓝的。没回，双方的打野还在耐心的蹲，但这边赵信要先露头了，目标被 iBoy 先被勾了 ，iBoy 有点危险，而且对方先练了一个 TP，iBoy 被拉了下了一血，这波只能先跑。这边老师 Map 下来想杀 Mako， 一个 W 跟上一发 Q， 再收一个人头，哇，这一波的话，还是 KT 的一个他的一个整个的支援他会拿得更这个一点，想得更多一点，想得太简单了，主要是上单也来了。对，我觉得我们想得太简单了，这波过去探了一下，发现对方已经开打了，来不及啊，这波过去要出事的。EDG想接这个位置先勾到了，奈哥这边的话可能要被秒，这边一技能回去利用 W 位移，但这个位置有点不好跑了呀。要被对方包死，而且后续有一个 TP 过来，多一个 TP 要打阿克里绕后，这个位置还可以，阿克里选择去切切远程，有一个大招，如果这边离死之前换没换掉，但是 Dev 的点死了卡莎之后，双方的一波残局还可以打，这边吼了一声，双方打出了一波二换二。EDG 集结五人之力在上面先动峡谷先锋这一波团战，但是塞恩这一波也在往这边靠，但是塞恩的车的 CD 还差点，而且千珏也没大招，这一波是 EDG 的机会。这个位置要 rush 这个峡谷先锋的，可以打，不用怕。但是这边的话，Haro 惩戒到了，做的先手进去，但是 Haro 被秒了。不过后续也是杀掉了千珏，千珏被放了大招，而且这边瑞隔开人心，阿克里切过去，瑞拉回来，红军三个卡莎进场杀掉了马塔，还追追，全点死，乌鸦也杀，拿下三杀的卡莎，这一波全部打回来了，打得非常果断。最主要的就是在先落好位的情况下，瑞的大招先手命中了霞，配合上 Scout 的突进，
塞恩和千珏没大招，你凭什么过来接？全部打回来，而且最主要的是卡莎肥，全部在卡莎身上。对，再来看一下这一波关键的团战。虽然说哈若是为了这个峡谷巅峰是率先阵亡，但是 Mako 这一波开的是真的漂亮。开完之后 ，Scott 和 Reid 进场，让对方 Deft 没有任何的输出环境。是的 ，Deft 这个位置秒杀掉了 Deft。Deft 这个位置的闪现交的实在是太耿直，对，实现的一个闪现还是被厄加特的大招命中了。Haro就在侧面 EDG 瞬间五人抱团，这个二塔是有机会拿下来吗？对，但是这一波二塔应该推不掉，哎、撞下就别走。阿卡林要小心，阿卡林这个位置有点危险，要撤，这一波得撤。被盲 Q 死了。塞恩这边闪现要留哈鲁这边的话被勾回去了，哈鲁也被卖了。这一波其实运一下峡谷巅峰，推一下二塔叫他撞一头就可以了，不应该去强行点的，不能着急，主要是。对，而且中野已经过来了，老队长和 Yoko 两个人绕到了三角草下路的一塔 EDG 的回防稍有些慢，对面是五人集结的，哎、这个位置要小心，先手也要小心啊！落石的这边直接转开，直接把马塔把对方的一个千珏大招逼了出来。这个位置一 KT 要撤了，没有了千珏大招，看一下 EDG 这个位置不太敢组织反击，因为上路的瑞是在带线的。太强了！对，其实现在最好的是什么？现在最好的是让 Scott 去跟乌鸦进行一波单带，然后把他的大招打出来，把乌鸦大招打出来之后再打团战就会好一点。Scott 选择了一个绕后的位置，这波正面想开的乌鸦在下面带线，但是 KT 选择撤了。但 Scott 是绕到对方的一个蓝 buff 区，想从屁股后面杀出来。对于 EDG 来讲，这个位置的视野稍微抢回来了一些。Yoko 再往回跟队伍集合。哎，这边的话，乌鸦也靠过来了呀。这一波 KD 的人已经要混合，这边要开到对方的一个侠就逼出来大招，但是千珏大招也是放了。这个位置千珏大招结束，想杀侠，侠被投死了，接过去 Scott 也是一死血。但是双方打的是一波二换二，不过 C 位都活着 ，EDG 要选择撤。有可是有闪现的闪现，这个位置闪现炸 Q， 乌鸦中期还是太强了。这一波乌鸦有大招，乌鸦中期还是太强了。这一波 Scott 的带线位置有点危险，乌鸦包过来了，没有拉到永不复形。Scott 在做风筝，打了一波，千珏也过来了，帝国视野卡自己脚底下，对方五个人都来了呀。这一波 Scott 要跑，有大招的身上，一段大招直接跑，但是这一波 EDG 想追吗？不太敢追吧，这个位置直接交了闪现往后面撤。罗直接开先手开前排，斩杀前排，直接秒掉 Snap， 斩掉 Snap， 千珏的大招没有救到 Snap， Reid 这个超越死亡的恐惧打得真的太好了，单点的斩杀能力太强了 ，EDG 这个阵容。哎，这个位置 Scott 去找乌鸦，但是对方的人在往这边支援啊 ，Scott 这一波有点危险了，选择大招直接位移跑，但是对方还在追。两个人的大招交出来 ，Dev 这边过来，然后 Scott 不好跑了，交了一个闪现，还在拖时间，但是 Dev 在这边闪现过去追死了 Scott， 这一波有点冒失了呀。开车中路要小心，要小心，这个位置 Dev 的车撞在墙上，没有撞到，没有撞到，可以跑，可以跑。但是这一波 KT 可能要逼大龙，可能要逼大龙，这个位置可能要逼大龙。千珏和乌鸦这一波都还有大的，而且侠也有大，这一波对于 EDG 来说，要阻止对方打大龙的话，可能会损失人头，但是还是得去。KT 这波最怕的是 KT 不打大龙，而是过来直接跟你接团。对，但是大龙已经是过半的血，看一下这一波要接团了，要接团了，出来要打团。但是恶扎的顶在前方，把对方的一个阵型给打乱之后 ，EDG 可以撤掉，可以拉开。这波拉得很不错。对，等 Scott 复活就行。可以，这波是成功的终止了 KT 的打龙。这是刚需。这个位置 EDG 在埋伏，但是 KT 选择了往中路压。看这个位置 ，Scott 绕后了，想开直接开后排进去，抬到了卡莎进去，秒掉 Scott， 但是后续的残局里面，马达也死了，还可以打卡莎，完美输出环境，你的乌鸦再飞也没有用。这个时候可以团灭，你第四打二，能不能打出团灭？可以团灭。如果中亚开完还是阵亡了，让他回家，我们打大龙。这波是 KT 在中路的。压境给了 EDG 一波主动开团的机会。对，这一波 Haro 和 Mako 的一个开团非常精彩，这个野辅非常精彩。此刻他没有水晶石塔，他开不出这个大。但是千珏在旁边能救。这一波所有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杀死他。看一下 Haro 和 Mako 没有来得及放出大。精彩的开团，赵信的闪现一大的击飞，立刻接上 Mako 的魅惑加击飞，而且 Ibo 也是第一时间大招进场，配合 Scott 的侧翼的大招进场，强行秒掉千珏。这一波如果千珏真的把大招放出来的话，这个局面还不好说。但是千珏没放出大，一切都没了。
一个野区的马F KD 这边是要往这边赶，但是有一个眼看到了 Michael 的一个位置，也没有帮着球过下去，直接逼团大龙，直接逼团了，直接交成接了。这个大龙还有最后四点点血，来不及抢了，这个位置可以秒杀大龙，秒完大龙要打架。对，顶在前方，落开了一个位置，直接开对方前排，顶到对方后排。阿卡丽侧面这样，但对方控了一下，这个位置没过，只是先往后撤。但是正面啥的一个位置被避开，前去大招逼出来，对方全是残血。艾博这个位置可以完成这个吗？再下进去真有道理，但是对方也没有了血，一波全都得死。霞还在拉扯，但是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灵魂五，灵魂五，一波比赛 ，EDG 干掉了 KT。这样的话，下路过去可以一波。瑞已经踢过去了，这一盘瑞是整场应该是表现最好的人，最亮眼的一个点。对，不得不说，真的太亮眼了。哇！但是 EDG 的全队，我觉得真的比起第一轮面对 KT。打得要好太多了，这一场太振奋人心了，真的。从 BP EDG 没有选择去怂着拖后期，他从 BP 开始就要跟 KT 刚，但是 KT 两手他不敢刚了，他选了霞和陈爵，他就只敢缩着发育。我们恭喜 EDG 把小子的比分改写为4-1，同时送给 KT S8 的首败。对，接下来的话只要 EDG 再战胜 Team Liquid 他们就有机会跟 KT 打加赛，对，直接去争第一出线，没错。哇，真的非常的振奋人心。其实，在比赛之前，我们刚刚出去的时候，就是有看到，其实一些队员，就是包括哈鲁，我们跟他聊了，包括像，其实 Michael 由于他前两天的发挥确实不太好，他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压力真的很大。但是没关系，这场比赛证明了自己就够了，证明了自己，真的证明了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他们在小组的初期有几场比赛的发挥确实没有那么的好，但是这场比赛五个人打得都太漂亮了。这局看一下整体的数据面板，其实经济真的是跌宕起伏的，就一直打到28分钟之前都没有怎么明确的优势在，而且确实因为前期 Yuko 的发育太好了，而且他们掌握着两条小龙，导致在前期的时候作战，我们看到就是 Yuko 的乌鸦在的话根本没有办法特别好的开起来。看一下这一局有7-1-10，而且参团率也非常非常的高，94.4%。他在哪里团战就在哪里啊。对，主要是每一波成功的开到后排，让这一场瑞成为了 EDG 里面最让人放心的一个角色。对，打完，准备打架，打架，他们要来，打架，他们要来，他们要来，过来打架，准备开，看吧，打完，先落吧，不是，先出来，田野 ，OK， 没事，我走，你们可以打，可以打吗？可以打的，乌鸦，先打外面的，五杀乌鸦，先出来，慢点，乌鸦后面，可以吗？可以。一波，乌鸦，可以，一波，赢了，去一波，打团他们赢不了的，他们赢。